卷第215列传第146上。西域上尼婆罗指吐蕃之西越临川，吐多赤铜牦牛，俗简发歹眉川耳，炫以统若角，缓至坚者为角好，无比柱绝而实，其器皆用铜，其居板屋画壁，俗不知牛根，故少田作，其商贾亦服布毕身，日数冠玉，众伯戏通推不立数，四天神捐食为相，日遇之烹羊以祭，铸铜为钱，面纹人形，背牛马形，其君服诸破离砗磲珊瑚琥珀垂缨，耳金钩玉当佩宝，浮突玉狮子大床，辽香布花鱼塘，而大臣坐得不及，左右持兵数百列士，宫中有七重楼，覆铜瓦，银及皆大贝杂宝，四鱼至铜槽，下有金龙，口积水养住槽中。初，王那林提婆之父为其叔所杀，提婆出奔，吐蕃纳之，遂成吐蕃。贞观中，遣使者李毅表到天竺，到齐国，提婆大喜，言使者同观阿齐婆真池，池广数十丈，水长一沸，共传汉辽卫使好意，或底以物则深焉，抚其上少选可熟。21年，遣使入献波伦做菜，魂提葱永辉时，齐王师利那连陀罗又遣使入贡党项，汉西羌别种，为晋后为甚。周灭荡昌，邓志而党项使强，其地古西之野，东据松州，西叶户，南充桑弥桑等羌，北吐玉浑，处山谷崎岖，大抵3000里，以性别为部，一性又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数千，不能相统，故有细封氏、废听氏、往吏氏、跛超氏、野雌氏、房当氏、米秦氏、拓跋氏。PG 3068。而拓跋最强。土著有冻羽，织毛尾，羊毛覆屋，遂一役俗上午无法令复议，人寿多过百岁，然好为道，更相飘夺，由众复仇，未得所欲者，捧手垢言，显足草食，杀以乃复男女衣裘褐，被沾畜牦牛马驴羊以食，不耕稼的寒。五月草生，八月霜降，无文字，后草木既碎，三年亦相聚，杀牛羊祭天，取卖他国以酿酒。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父为不娶同姓，老而死，子孙不哭，少死则曰夭亡，乃悲。贞观三年，南惠州都督镇元捐狱，其求系封布赖举部将。太宗喜召魏府，布赖因入朝，宴席特意以其地为鬼州，即授刺史。布赖请率兵讨吐玉浑，其后诸酋长西内属以其地为居奉延远四州，及首领拜刺史。有拓跋赤辞者，出城吐玉浑，慕容孚允呆之后与结婚，诸羌已归，独不至。李靖及吐玉浑，赤辞屯狼到峡抗王师阔，
周刺史久且洛身欲欲降之，辞曰：“浑主以负心待我，不知其陀。若速去，且乌无刀。”洛身怒，引轻骑破之，速远山，斩首数百级，鲁杂处六千。帝因其甚，又令约将赤辞从子思头前纳款，其下拓跋系斗义将。赤辞之宗族协举，稍欲自归，明州都督刘师立复诱之，即与司头据内属，以其地为义撮林可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西戎州都督，赐世礼，贡职遂不绝。于是自河首积石山而东，皆为中国地。后吐蕃进甚，拓跋未逼，请内喜，使赵庆州至靖边等州处之，得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一属，更毫米药。又有黑党项者居赤水西，其长号敦善王，慕容浮允之走也依之。及吐欲魂款赋，敦善王亦纳贡。居雪山者约破丑氏，又有白兰羌、吐蕃卫之丁林，左属党项，右与多弥皆省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武德六年，使者入朝。明年，以其地为围，攻二州。贞观六年，与弃别数十万内属。PG 3069。永徽时，特浪申羌捕楼大首领洞就律众来属，以其地为建州。龙朔后，白兰、冲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乘，及其兵为前驱。白狗与东惠州接，胜兵才千人。在西北者，天寿中内附护凡二十万，以其地为朝吴福归十州，散居临下间。至德末，为吐蕃所诱，使为乡岛超边。俄悔悟，更来朝，愿助灵州。享晚，甘元间，中国数乱，因寇兵宁二州，肃宗召郭子仪都统朔方，兵宁陆防节度使，以陆州刺史杜勉、滨州刺史桑如归分二队出讨。子仪至，党项溃去。上元元年，在京陇部落十万众，亦奉降节度使崔光远将。二年，与浑奴剌联合，寇宝鸡，杀利民，掠财珍，焚大散关。入凤州，杀刺史萧树业，节度使李鼎追及走之。明年，又攻梁州，刺史李勉走，进寇奉天，大掠华原，潼关去。赵臧熙让代勉为刺史，于是归顺、前锋、归义、顺化、和宁、和义、宝善、宁定、罗云、朝奉凡十州部落亦西让县款，盖结印赵可仆固怀恩之叛，又党项浑奴剌入寇，众数万，略奉降周至大酋镇亭，好得入同州，刺史为甚走，节度使周至光破之臣臣。月月又入同州，焚官司事卢，弼马栏山。郭子仪遣兵袭之，退保三宝。子仪遣慕容修明御将亭得。子仪以党项吐欲浑部落散处言庆等州，其地与吐蕃兵进亦相协，即表喜进边州都督夏州、乐荣等六府党项于营州之北，夏州之东，
宁朔州土御魂柱下溪，以离举之。赵靖边周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等五次使入朝，后刺击使还随其部。先是庆州有破丑士卒三，野利士卒五，把利士卒一，与吐蕃因缘，赞普西王之因是扰边凡十年。子以表功部尚书陆四公为朔方留后，将作少兼良进用为押党项部落使，至行庆州。且言党项因结吐蕃为变，可遣使者招慰，煽其反谋。因令进用为庆州刺史，阎罗已决吐蕃往来道，待宗然之。又 PG 3070表至晋边方池湘新王州都督长史永平叙定清宁宁宝忠顺晋塞万吉等七州都督府。于是破丑也立把立三部及司乐州刺史拓跋启眉等皆入朝，一定州刺史折磨部落。方池州也立部并喜随延州。大历末，也立突罗都与吐蕃叛，昭于族不应，子仪及之斩突罗都，而也立景亭、也立刚以其部数千人入腹击子川。六州部落曰：也立月师，也立龙儿，也立绝律，而黄、也海、也苏等居庆州者号东山部，下州者号平下部。永太后稍徙十州，后为永安将阿史那斯兰父所无及，遂往走河西。元和时复至右州护党项，至大河中请强数寇掠，然气谢顿苦为唐兵精，则以善马购铠，善羊帽攻使路防道军粮，使李时表晋商人不得以其志假咒武兵入部落，告者举罪，人才避之。至开沉默种落越繁，复古人积增宝玉养马翻阵，陈其力强势之，或不得职，不人怨，相律为乱，至灵言道不通。武宗以侍御史为使昭定，分三印以兵宁严属崔彦岑严夏长泽属李于户林武林慎属郑贺，皆非一营于而攻不克。宣宗大中四年，内略兵宁赵凤翔李业河东李氏何杰渡兵讨之，宰相白敏中为都统，帝出进院或以逐一个直舍外，见才持续远且百步，地属二十曰党枪穷寇，人遂暴无比。今我曰涉逐中，则彼当自亡；不忠，我且索天下兵减之，终不以此贼以子孙。左右注目，帝一发逐分，使撤诸外。左右呼万岁。不月月枪果破殄于种窜南山，使天宝末平下部有战功，着荣州刺史天柱军使。其一孙拓跋思恭前通末窃据右州，称刺史。皇朝入长安，与路州李孝昌谈而砍身，是讨贼。西宗贤之以为左武卫将军，权之下随迎节度使，赐王乔为朝所败，更与正田四节度盟屯。PG 3071。魏乔中和二年，召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统中书门下平章事。
而镜四面都统，全知金照影。贼平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四襄王运之乱，赵司公讨贼，兵不出，卒。以弟司建代为定南节度使，司孝为保大节度、陆防樊迪等州官察使，并检校司徒、统中书门下平章事。王行于反，以司孝为北面招讨使，司建东北面招讨使。司孝亦因乱取潞州，遂为节度使，累兼侍中。以老建帝司进为保大军兵马留后，而为节度使。东女亦曰苏伐剌如取举罗，羌别种也。西海亦有女字王，故称东别之。东与吐蕃、党项、茂州街，西属三波诃，北据于田，东南属亚洲罗女蛮、白狼夷。东西行进九日，南北行进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为君，居康延川，沿险四辽，有若水南流，逢隔为船，户四万，胜兵万人。王号兵旧，官曰高霸。离有言宰相也，官在外者，律男子为之。凡号令，女官自内传，男官受而行。王室女数百，五日一听政。王死，国人已惊，前数万纳王族，求淑女二立之，赐为小王。王死，因以为嗣。或孤死复继，无篡夺，所居皆重屋，王九层，国人六层。王服青毛绫裙，背青袍，绣尾鱼的，东高裘，是以文锦为小环髻，耳垂当足夜所游，所游旅也。俗青男子，女贵者鲜有。是男被发，以青涂面，为物战与根而已。子从母姓的含仪脉，畜养马，出黄金，风俗大抵与天竺同。以十一月为正屋，这一十月一山中，不遭麦昼呼群鸟，而有鸟来如鸡状投视之，有谷者遂丰，否即有灾，名曰鸟波。居丧三年，不亦服不至母。贵人死，包葬其皮，内骨瓮中，揉金屑一只。王之葬，殉死至数十人。武德时，王汤滂是使遣使入贡。高祖后报，为突厥所掠部的通贞观中，使复至，太宗喜至魏府，显庆初。遣使高霸离 PG 3072。 文与王子三卢来朝，受右监门中郎将，齐王敛弼使大臣来请官，号武后侧拜敛弼左御前卫员外将军，赐锐锦服。天授开元兼王及子再来朝，诏与宰相宴曲江，封王叶夫为归昌王，左金吾卫大将军。后乃以男子为王。贞元九年，齐王汤立西与白狗军及歌陵军董卧廷、不租军邓吉之、南水军薛尚西朗、若水军董必和、西董军汤习赞、清远军苏唐摩、多霸军董鸟鹏皆意见难为高俅内附，其众散居西山。若水虽自谓王，盖小小部落耳，自失和陇、
悉为土藩。积数部数千户，折制令，遂都司序。制是由上天宝所赐诏书。高处其重于为霸等州，赐牛粮至深夜。利息等入朝，差赐官禄。于是松州羌20000口乡种入赋。利息等官赐使皆得是。习然因赋土藩，故谓两面羌。高昌直京师西4000里而营，其横800里，纵500里，凡21城。王都交河城，汉车师前王庭也。田地城，物己校尉所置也。胜兵10000人。土沃麦禾皆在熟。有草名白蝶、斜花，可知为布。俗便既垂后，齐王屈伯雅随时长期以妻属与文氏女，号华容公主。五得出，伯雅死，子文太立遣使来告高祖，命使者临吊。后五年，献狗高6寸，长尺，能夜马衔竹，云出福岭，中国史有福。令狗。太宗即位，献悬壶裘，帝赐漆宇文华金殿一具，宇文义上玉盘。凡诸国师为者以文。贞观4年，文太岁来朝，礼赐后圣。宇文求玉宗即，有诏赐侍礼，更封长乐公主。久之，文太与西突厥通，凡西域朝共到齐国，贤见拥略。一吴长城西突厥至是内属，文太与叶护共及之。帝下诏让其反复，赵大臣冠军阿史那举祭事，文太不遣，使长史屈庸来谢嘴。初，大业末，华民多奔突厥，及协力败，有逃入高昌者。PG 3073。有诏护送，文太科留之。又与西突厥以皮射破燕齐30%，虏其人，燕齐王肃诸朝。帝遣于部郎中李道欲问状，复遣使谢。帝引则曰：“而主数年朝贡不入，无藩臣礼，善治官，拟效百僚。今遂守万军长西来，而主不至。日我使人往。”文太违曰：“因飞于天，志窜于蒿，猫游于塘，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快？”邪西域使者入贡，而主西居耿之。又审薛延陀曰：“既自为可汗与唐天子等，何事拜谒其使？明年我当发兵虏而国，归位而君善自图。”时薛延陀可汗请为君向导，故名部尚书唐简至延陀监曰：“帝父下喜书事文太祸福，促使入朝。”文太遂称疾不至，乃拜侯君即为交河道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军萨孤无人父之，弃别何立为冲山道副大总管，五位将军牛敬达为行军总管。律突厥弃别其数万讨之，群臣见以行万里兵难得志，且天界绝域虽得之，不可守。帝不听。文太尉左右曰：“囊无入朝，见秦陇北城邑萧条，非有随彼。今伐我，兵多则粮冗不逮。若下30000，我能制之。度气疲顿，以逸待劳，握收其臂耳。”14年，文王师至气口，
既害无他计，发病死，子至甚利。君即掩攻田地城，弃别合力以前军鏖战。是夜星坠城中，明日拔其城，虏七千余人。中郎将心燎而以尽其夜逼其都。至甚以书遗君即曰：得罪于天子者，先望也。就身潜击，正坠，绝命。至甚四位未己，攻其建设。君即曰：能悔祸者，当面赴君门。至甚不答。君进，田黄引冲车，飞石如雨，城中大震。至甚令大将屈氏亦居守，身与宛曹屈德俊夜军门，请改。是天子。君即欲使将辞市屈，薛万军勃然起曰：当先取城，小儿何与与？挥而进。至甚流汗伏地曰：为公命，乃将。君即分兵略定，凡三州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口三万，马四千。先是齐国人遥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 PG3074 日月。日月照霜雪，几何自舔灭。文太卜遥所发，不能的也。结书文，天子大悦，宴群臣，班次策功，设高昌所部，批其地皆州县之，号西昌州。特进魏征谏曰：陛下即位，高昌最先朝也，而以略商胡，恶贡献，故亡诸家焉。文太死，罪止。以抚其人，立其子，伐罪吊民，道也。今立其土，屯守长千人，屯士数年一役，半庄资，离清气，不十年陇右且空。陛下终不得高昌归立，止薄助中国费，所谓散有用事无用，不纳。改西昌州曰西州，更至安西都护府，遂调千兵，折罪人以数。黄门侍郎主遂良谏曰：古者先韩夏，后夷狄，勿广德化，不真荒替。今高昌诛灭，威动四夷，然自王师始征，何惜公义？非米转除，时事久愧，五年未可复。今又遂遣屯戍，行礼万里。去者资装使自营办，卖书宿，轻机杼，道路死亡尚不计。罪人始于犯法，终于堕业，无益于行。所遣复有亡命，官司不逮。诸慢相迁，有如张掖、酒泉臣非风举，岂得高昌一臣一族即是乎？必发陇右，何惜耳？然则何惜为我复兴高昌，他人手足也，何必号中华，是无用。习陛下平协力，吐欲魂，皆为利君。盖罪而诛之，福而利之，百蛮所以为威慕德也。今宜则高昌可立者立之，赵首领西海本土常为藩汉，中国不扰。书文不审。初，文泰以今后享西突厥玉骨社，约有即为表里，使夜户屯客韩服屠城。及军即至，拒不敢发，遂来将以其地为亭州。燕齐请归高昌所夺五城，留兵以守。君即乐时济功，凯而炫，扶至圣君臣县官德殿，行引至礼。仆三日，喜高昌豪杰于中国，
至胜败左五位将军，京城郡公。帝至战右五位中郎将，天山郡公。屈氏传国九世，134年而亡。至战，林德忠以左骁卫大将军为西州刺史，卒，赠凉州都。PG 3075。都有子昭，好学，有欲一书者，母顾寺中惊叹曰：“何爱此？不使子有一文乎？”敬持一之。昭立思善亲，颇能辞章。帝崇，欲有武艺，永徽中为右武卫一府中郎将，封交河郡王，邑至三千户。中正军大将军，武后为举哀，遂以美景复赐甚厚，封爵爵。吐谷浑居甘松山之阳，桃水之西，南抵白兰的数千里，有城郭，不居也，随水草、帐室、肉粮。其官有长史、司马、将军、王、公、仆射、尚书、郎中，盖慕诸华为之。俗识文字。齐王追记黑帽，七锦袍之裙，金花饰首。男子服长裙增帽，或官欢缠。妇人便发迎后，坠珠贝。婚礼，富家后纳聘，贫者妾。妻去，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丧有服，葬已及除。民无长水，用不足，乃敛赋事商人，足而止。凡杀人若盗马者死，他罪赎。以物的多寒，一麦、书、粟、无精、出小马、牦牛、铜、铁、丹砂。有青海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须滨河，游聘马其上。明年生居，好龙种。长的波斯马，牧于海，生葱居，日不千里，故世称青海葱。西北有流沙数百里，下有热风，伤行人。风将发，老驼引向明，埋鼻沙中，人后之以沾壁鼻口，乃无恙。随时齐王慕容孚允号布萨波，长叩边。炀帝遣铁勒拜之。毕西平，复命关王雄破其众。孚允以数十骑入泥岭，王去，先投王绿男女十余万将。至郡县镇戍，以长子顺为职，因王之统于众而追还。孚允克党项，随乱，因得复故地。高祖受命，顺自江都还长安，于十里轨据凉州，帝乃曰孚允和，令即轨自孝，当护送顺。孚允喜，引兵与轨战库门交。随止，即遣使请顺，帝遣之。顺至，号为大宁王。太宗时，孚允遣使者入朝，未还，即叩善州。帝遣使者让，且召孚允，以及为解，而为子求婚。燕帝意，帝召子轻盈意称疾，有诏指婚，遣中郎将康处真灵玉，又略明州都督李道。 PG 3076。燕疾走之，执明王二，斩疾七百，连遂遣明王朝，而寇凉州。善州刺史李玄运表吐谷浑牧马青海，清兵掩之，可进至。乃命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左骁卫将军梁洛人律弃别党项兵及之。未至三十里，
智玄等不欲战，避而留。鲁知之驱木马走。复将李军献绿旌旗尾袭悬水上的牛羊二万骸。是时福允茂不能视，其乡天柱王用事居天子行人鸿胪。臣赵德凯帝遣使小赤使反无圈言。贞观九年，赵李进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侯军及基石道、任城王道、宗善善道、李道、燕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赠深言泽道，并为行军总管、律突厥，弃别兵及之。党项内属羌及陶州羌，皆杀刺史归福允。夏四月，道宗破福允于库山，伏斩四百。福允谋入弃皮塘兵，烧野草，故进马多饥。道宗曰：“渤海近河源，古未有智者。”福允西走，未知其在，方马越粮乏，难远入，不如按军善州。须马壮更图之。君即曰：“不然。向者断智玄至善州，吐谷魂兵折复臣，彼国方完，逆众用命也。今鲁大败，斥后无载。君臣相失，我臣其困，可以得志。渤海虽远，可古而至也。”晋曰：“善。”分二军，晋与大亮、薛万军以一军去北，出齐。右军及道宗以一军去南，出其左。晋将萨孤无人以轻骑战曼兜山，斩明王，获五百级。诸将战牛心堆、赤水源，获鲁江。南昌王慕容孝俊收杂处数万。军及道宗登汉窟山，战乌海，获明王梁屈聪。晋破天柱部落于赤海，收杂处二十万。大量服明王二十，杂处五万，四且莫知悉。福允走图轮气，将托于田。万军都锐其追王数百里，又破之。是伐水，赐马饮血。军急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伐水草，是迷兵，马没血。月赐星宿川，达渤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直失司隶池，破鲁车众。两军会于大飞川，破罗真谷。顺之直随，为金子光禄大夫，福允立其弟为太子。顺归。PG 3077。长泱泱，自以失位，欲以功自竭天子，乃斩天柱王，举国将。福允惧，引千余骑遁气中，众烧亡，从者才百骑，穷无聊，及自今死。国人立顺为君，称臣内附，诏封四平郡王，号月胡吕。乌干斗可汗帝恐未能定其国，遣李大亮率精兵镇援。顺久之华，国人不复，促为下所杀，立其子燕王诺和波。诺和波又大臣争权，帝召侯君及旧经济之使，请班立及子弟入室。诏封诺和波河源郡王，号为的也拔勒窦可汗，遣淮阳郡王道明持节策命，赐古道。诺和波身入谢，遂请婚，献马牛羊。晚彼年入朝，乃以宗室女为弘化公主妻之，召道明及右五位将军慕容保持节送公主。其乡宣王跋扈，谋作乱，
玉玺公主。劫诺和波奔吐蕃，诺和波知之，引轻骑走善城，威信王以兵迎之。果亦都尉袭军买率兵与威信王共讨，斩其兄弟三人，国大扰。帝又召民部尚书唐俭、中书舍人马周持节抚慰。高宗立以逐故，拜驸马都尉。又献名马，帝问马种姓。使者曰：国之最良者。帝曰：良马人所爱。召还骑马。公主表请入朝，遣左骁卫将军先于匡济迎之。十一月，即诺和。播至京师，帝又以宗室女京城县主妻其长子苏度摸摸，拜左领军卫大将军。久之，摸摸死，主与次子又五位大将军梁汉王榻卢摸摸来请婚，帝以宗室女金明献主妻之，继而与吐蕃相攻。尚书相屈直并来请师，天子两不许。吐欲魂大臣素和贵奔吐蕃，言其情，吐蕃出兵倒虚，破其众黄河上。诺和波不知，与公主引数千丈走凉州。帝遣左五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吉大使，平两国远。吐蕃遂有其地。诺和波请内喜。甘封初，更封青海国王。帝欲喜其不于凉州之南山，群臣亦不同，帝难之。咸亨元年，乃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罗梭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呆峰复之，总兵五万讨吐蕃，且纳诺和波于故亭。 PG3078 王师败于大飞川，举吐欲魂的接线，诺和波与清近数千丈才免。三年，乃喜号渭水南。诺和波以吐蕃胜，势不抗，而善州的辖。又喜灵州，帝为治安乐州，即拜刺史，欲其安且乐云。诺和波死，子中立。中死，子宣超立。胜利三年，拜左报韬员外大将军，袭故可汗号，余部一良、甘、肃、瓜、沙等州。将宰相张熙与右五位大将军唐修锦亦喜其人于秦、陇、封临间，令不得叛去。凉州都督郭元振以为吐欲魂进秦、陇，则与监牧杂处至封临，右耳莫辍，甲在诸华，亦不惧疑其信也。前日王孝杰自河源军喜丹尔以巨贵至灵州，即其叛，乃入牧房掠群马，搬移州县，是则千中土无一之臣宴，往宿何贵叛去，与我无损，但师土欲魂数十步，岂与巨贵比邪？今将虏非强服，皆突使刃弃吐蕃而来，宜当寻其情，为之至也。当甘、肃、瓜、沙将者，及其所至之，因所投而居，情亦安，折数州则是自分，顺其情，分其事，不扰于人，可谓善夺荣心者也。遂遣正二使者与宣超兄弟辅护之，无令相侵夺，深夜故矣。有如叛去，无损中国。赵可。宣超死，子西号立。西号死，子赵立。吐蕃复取安乐州，
而残不喜朔方，河东与谬为退。魂贞元十四年，以朔方节度副使、左京吴卫大将军慕容复为长乐都督、青海国王，袭克韩好。复死，停袭。吐谕魂自尽勇。嘉时有国，至龙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350年，即此封嗣，绝矣。燕齐国执京师西7000里而营，横600里，纵400里。东高昌，西归兹，南卫离，北乌孙。豆渠盖田，土以黍、葡萄、酉。于严厉，俗著发瞻衣。户4000，胜兵2000，常亦属西突厥。俗上于敖，二月哭出野寺，四月望日游陵，七月七日四生祖，十月望日王使出游，至岁禁止。PG 3079。太元贞观六年，齐王龙突骑之使遣使来朝，自随乱弃路。B 故西域朝贡皆到高昌。突骑之请开大器道以便行人，帝许之。高昌怒，大掠其边。西突厥莫赫舍与多路努师必作难来奔，多路努师必复攻之，遣使言状，并共名马。系力师克韩立，素善燕齐，故以为援。12年，处月。处密与高昌攻陷其五城，略1500人，焚庐舍。侯军即讨高昌，遣使与相闻，突其之喜，引兵左唐。高昌破，归向所服及臣，遣使者入谢。西突厥臣屈力绰为帝娶突其之女，遂相约为扶车侍，不朝贡。安西都护郭孝恪请讨之，惠王帝协鼻立婆准叶护等3人来将，帝即命孝恪为西州道总管，率兵出营山道，以立婆准等为乡道。初，燕齐所兜州30里，四面大山，海水辽其外，故事不为鱼。孝恪被盗绝水，夜复蝶持鼠灶而登，鼓角轰轰，唐兵纵，国人扰败，斩千余级，直突其之，更以力婆准摄国事。使帝与近臣曰：孝恪以8月11日诣燕齐，月二旬可至，当以22日破之。使者今至矣。俄而拒人以节不闻。囚突其之及妻子送洛阳，有诏赦罪。屈力绰以兵救燕齐，而孝恪还3日矣。屈力绰求力婆准，更使土屯摄王，遣使以告帝曰：燕齐我所下，尔乃王之邪？土屯惧，不敢亡。燕齐立力婆准，而从兄薛婆阿那之字为王，号瞎干，直立婆准献归兹，杀之。阿史那舍尔讨归兹，阿那之奔之，必东晋抗王师，为舍尔所擒，恕其罪，斩以训。立突其之弟婆加利为王，以其弟为燕齐都督府。婆加利死，国人请还前王突其之，高宗许之，拜左卫大将军，归国。死，龙嫩突立。武后长安时，以其国小人寡，过使客不堪其劳，诏四镇经略使禁止欠食司马五品者肉食。开元7年，龙嫩突死，燕土服严厉。
于是时幸可汗请居岁夜安息。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燕齐备四镇，召燕齐、龟兹、疏勒于田真。PG 3080。西域甲各食其真，由北道者轮台真之。弃天宝长朝贺。龟兹亦曰丘兹，亦曰屈兹，东距京师7000里而营，自燕。其西南部200里，渡小山，经大河二，右部700里乃至横千里，纵600里。土以麻、麦、金稻、葡萄，出黄金。俗善歌乐。旁行书，贵服土法。产自以木压手。俗断发其顶，为君不减发。姓白氏。居伊罗卢城，北以河接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王以锦帽顶、锦袍、宝带。岁朔，斗阳马驮他7日，观胜负已播。遂迎号云。聪领以东俗喜迎，归兹于田至女寺，争其前。高祖受禅，王苏伐伯快遣使入朝。会死，子苏伐迭立好。时见莫贺寺立发。贞观四年献马，太宗赐玺书，抚慰家等。后陈豨突厥。郭孝恪伐燕齐，乃遣兵与燕齐引援，自是不朝贡。苏伐迭死，帝喝离不失臂力。21年，两遣使朝贡。然帝怒，其左燕齐叛，亦讨之。是夜月时卯，诏曰：“月阴经用行诏也，星胡分数且中。”乃以阿史那舍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弃别合力复之，律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青阳红礼左五位将军李海岸等发铁勒13部兵10万讨之。舍尔分五军掠齐。北执燕齐王阿那之。龟兹大恐，酋长皆弃城走。舍尔赐弃食。去王城300里。先遣伊州刺史韩威以千骑居前，又骁卫将军曹季书赐之。至多贺，与王玉、齐将节烈颠兵50000合战。威未北。王建威兵少，挥而进，威退与季书合，还战，大破之，追奔80里。王应臣，舍尔将为之，王引突其西走，臣遂拔，孝恪居守。沙州刺史苏海镇行军长使薛万倍已经其穷夜600里。王既穷，保拨换臣，舍尔为之。月月执王及节烈颠其乡纳利夜翼以西突厥并国人万余来战，孝恪及子死之。王师扰仓布郎中崔义起募兵战城中，季书威助及之，斩首3000级。那力败，投王散赴阵，还袭王师，季书陈之，斩8000级。那力走，获职以义军。舍尔凡破五大臣，男女数万，遣使者欲降小臣妻。PG 3081。百余西域镇据，西突厥安两国归军享焉。舍尔立王帝业户王齐国乐时济公。书文帝喜，见群臣从容曰：“夫乐有己，正常言之，土臣竹马同而乐也，赤金翠罗丸妇人乐也，貌谦有无，商贾乐也，
高官厚志，士大夫乐也，战无前敌，将帅乐也，四海宁。一帝王乐也，朕今乐矣。遂便伤之。初，孝恪之疾焉其也。龟兹有浮屠善术，叹曰：“唐家中有西域，不属年吴国一王。设尔之喝离不失弊，那吏节烈颠陷太庙，帝受福子为殿。帝则谓君臣皆顿守福。赵赦罪，改管鸿胪寺，拜不失弊左武。魏中朗江，使袭安西都护于齐都，统于田。岁夜，疏勒好。四镇。高宗复封喝离不失弊为龟兹王，与那吏节烈颠海国。九之王来朝，那吏真其妻阿史那，王不能进，左右请杀之。由是更猜忌。使者言状，帝并召至京师，求那吏护遣王孩。节烈颠惧部内，遣使将贺鲁，王不敢进，亦一死。赵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擒节烈颠，穷诸部党，以其弟为龟兹都督府，更立子肃基为王，受右骁卫大将军为都督。是岁，徙安西都护府。于齐国以故安西为西州都督府，即拜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区置战为都督。西域平，帝遣使者分行诸国风俗物产，诏许敬宗与史官传西域图志。上元中，肃基献银婆罗名马。天寿三年，王延田爹来朝，使宜奉食吐蕃公燕齐以西四镇皆没。长寿元年，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复四镇的至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于是杀气荒绝，民工资粮苦甚，役者请弃之。武后不听，都护以镇计称华敌者，田阳明、郭元振、张孝松、杜先云。开元七年，王白墨别死，子多弼立，改名孝杰。十八年，遣帝孝义来朝。PG 3082。自龟兹营600里，与小沙气，有拔鹿家，小国也，亦曰吉。墨即汉姑墨国，横600里，纵300里。风俗文字与龟兹同，言语少异。初系詹贺，西300里渡石器至灵山，葱岭北原也。水东流，春夏山谷积雪。西北500里至宿叶水城，彼国商胡杂居。宿叶以西数十城，皆立军长，亦俄属突厥。自宿叶水城至结双那国，依詹贺皮迭以增辽。宿叶城西400里至千泉的营200里，南雪山，三垂平路，多泉池，因名之突厥可汗遂避属其中。群鹿是临安，可辖也。西营百里至亚罗斯城，亦比国商胡杂居。有小城300，本华人为突厥所掠，群保此。上华语西南营200里至白水城，原袭高于南50里有奴赤建国，广千里得卧一架，多葡萄。又200里及十国疏勒，亦曰屈沙，还5000里，距京师9000里而营，多杀气，少壤土。
俗上诡诈，生子一家头取贬，其人闻声必同。王姓裴，是字号阿摩之，居家失臣，突厥以女妻之，胜兵两千人，俗辞妖神。贞观九年，遣使者献名马。又四年，与诸巨波、甘棠共方。五，太宗谓房玄龄等曰：“囊之一天下，克胜四夷，为秦皇汉武耳。”正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律服，不减二军者。然笔墨，路不自保，公等夷相辅弼，无尽于言，至正于为王也。夷奉时，吐蕃破齐国。开元十六年，使遣大理镇乔孟松射鸿胪少卿，策齐军安定为疏勒王。天宝十二载，首领裴国梁来朝，受折冲，都尉赐紫袍金鱼。朱巨波一名朱巨盘，汉子何国也，并有西叶、蒲离、伊奈的若四重地，植于田西千里，葱岭北三百里，西距喝盘陀，北九百里属疏勒，南三千里女国也，胜兵两千人。上夫土法文，自同婆罗门。甘棠在海南，昆仑人也。 PG 3083。喝盘陀，或曰汉陀，曰可管坛，亦谓可罗陀，由疏勒西南入见莫谷，不忍领六百里，齐国也。距瓜州四千五百里，直诸距波西，南距玄度山，北抵疏勒，西护密，西北叛汉国也。至葱岭中，都城赴喜多和，胜兵千人。齐王本疏勒人，是相成为之。西南即头痛山也，葱岭俗号及夷山，还齐国人敬汉茂言如于田。其法杀人飘劫者死，余的熟复必书服侍王佐人床。后为太严中使通中国。贞观九年，遣使者来朝。开元中破平齐国，至葱岭守捉安西及边戍也。于田或曰渠萨旦那，亦曰患那，曰屈丹，北狄曰愚顿，诸胡曰豁旦。距京师九千七百里，瓜州营四千里，并有汉戎卢甘弥渠勒皮山五国故地。其居曰西山城，胜兵四千人。有玉河国人夜视月光胜处，必得美玉。王居会试，俗机巧言迂大喜事妖神，浮屠法然貌恭敬，相见皆贵。以木为笔，玉为印，凡的问遗书，待于手乃发之。自汉武帝以来，中国诏书符节，齐王传以相授。人喜歌舞，工坊技，稀有杀气，属待如为色类精，出入群属为从。出无桑蚕，盖邻国不肯出。齐王即求婚，许之。将迎乃告曰：“国无伯，可持蚕自为衣。”女闻至蚕貌絮中，官守不敢验，自是使有蚕。女客时曰：“无杀蚕，而非尽的至简。”王姓尉迟氏，名乌密，本城突厥。贞观六年，遣使者入县。后三年，遣子入侍。阿史那舍尔之平归兹也，
齐王伏蛇性大惧，使子献陀他三百，常使薛万备为射耳曰：“攻破归兹，西域皆震恐。”愿假轻骑击于田王献金师，射耳许之。至于田陈塘威灵，劝入见天子。伏蛇信乃随使者来会高宗立，受右卫大将军，子夜护殿为右骁卫将军，赐袍带，布帛六千段。第一区刘树月遣之，请以子弟宿卫。上元初，身率子弟求领七十人来朝，及吐蕃有功，帝以其弟为皮沙都督府，西十州，受伏蛇雄。PG 3084。都督死，武后立其子景。开元时献马陀那景死，复立。尉迟伏师战为王。死，伏蛇达嗣，并册其妻执师为妃。死，尉迟归嗣，妻马为妃。归死，子胜利。至德初，以兵赴难，因请刘宿卫。干元三年，以其弟左监门卫绿叶护耀为大仆员外卿，同四正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甚自有传于田东三百里有建德利河，七百里有金爵国，河之东有汉弥居达德利城，亦曰居弥城，即宁弥故城，皆小国也。初，德宗即位，遣内给事诸如玉之安息，求玉于田的归一科配伍，整一带跨三百三四十，连三十串十楚三色色百金，并他宝等，即还诈言假道回合为所夺。久之，世谢的所事，留死恩州天竺国，汉生独国也，或曰摩迦陀，曰婆罗门，去京师九千六百里，都护治所二千八百里，居葱岭南，幅员三万里，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数百。南天竺滨海，出师死，豹犬军驮他，西象火骑狼惰石密黑岩。北天竺巨雪山，环抱如壁，南有谷，通为国门。东天竺济海与扶南临邑街，西天竺与济滨波斯街，中天竺在四天竺之会，都城曰察伯和罗城，兵加毗梨河，有别城数百，皆至长别国数十，至王曰舍卫，曰加梅路，开户皆东向，曰加师，或曰波罗奈，亦曰波罗纳斯。其处有烧歌牛，黑色，脚细，长四尺。许十日一歌，不然困且死。人饮其血，或曰寿五百岁，牛寿如之。中天竺王姓起立系事，亦曰沙利，是有其国，不篡沙土。入热，稻穗四熟。何知长者没驮他，以被齿为祸。有金刚瞻谈玉京与大秦扶南交趾相贸易，人富乐无不及根。王帝者乃输税，以士族魔种为治理，家有其乐唱祭。王打臣皆扶锦记为罗记于鼎，于发简十卷。男子穿耳垂裆，或玄金。PG 3085。
耳缓者为上泪，凸显衣重白。妇人向结晶银珠璎珞，此者凡海取灰，见苏堵或尾野中集合，而鸟兽于鳖无丧迹。谋反者忧杀之，小罪赎钱，不孝者断手足，一耳鼻，洗于边。有文字，善不立学，悉谈章，妄约犯天法。书背多页以记事，上浮土法，不杀生饮酒，国中处处只约佛故祭也。信蒙氏传禁咒，能治龙起云雨。隋炀帝时，遣裴举通西域诸国，独天竺福岭不治为恨。武德中国大乱，王师罗亦多勒兵战无前，相不持安，事不事甲因讨四天竺，皆北面陈之。会唐浮屠玄奘治其国，师罗亦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是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似疑兵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自称摩迦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其为梁怀瑾持节卫府，师罗亦多经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阵，但使者至无国乎？皆曰：“无有。”容言中国为摩诃阵，但乃出迎摩拜受诏书，待之鼎，复遣使者随入朝。赵魏魏臣礼义表报之，大臣交迎，卿都亦纵观，道上焚香。师罗亦多率群臣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玉金、菩提树。二十二年，遣右卫律府常使王玄策使其国，以讲师人为父。未至，师罗亦多死，国人乱，其臣那福地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据玄策。时从其才数十，战不胜，皆没，遂飘诸国共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袭赵陵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来，尼婆罗以七千骑来。玄策部分进战察伯和罗城，三日破之，斩首三千级，溺水死万人。阿罗那顺伪国走，和散兵复阵，诗人擒之，伏斩千计。于众奉王七袭祖甘陀未将，诗人及之，大溃，获其妃王子鲁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将臣一五百八十所。冬天逐王师鸠摩送牛马三万溃军，及弓刀宝璎珞，嘉梅路国县义务，并上地图，请老子相。玄策执阿罗那顺县阙下，有私告。PG 3086。宗庙帝曰：“夫人耳目玩声色，口鼻丹臭味，此败德之源也。婆罗门不洁无食者，宁至俘虏邪？”着玄策朝散大夫的方士那罗尔娑婆妹，自延寿200岁，有不死数，帝改管。使至丹，命兵部尚书崔敦礼护事。使者持天下，采怪药一时。又使者走婆罗门诸国。所谓判察法水者，出石臼中，有石像人。守之，水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削草木金铁，人手入折烂。以驮他独楼转住户中。有数名举赖罗夜如离，身穷山崖腹。前有巨灰守穴，不可到，欲取夜者，以方足使射之则落，
为群。鸟衔去，则又射，乃得之。其诡谲类如此。后述不厌，有诏听。还不能去，死长安。高宗时，卢家邑多者，冬天逐乌察人，亦以数进，拜怀化大将军。干封三年，五天逐皆来朝。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县五色能言鸟，起师讨大石，吐蕃，盖名其君。玄宗诏赐怀德君。使者曰：“蕃夷为以袍带为宠，帝以锦袍、金革带、鱼带并七世赐之。北天竺以来朝，摩接他，亦曰摩迦陀。”本中天竺属国，还五千里，土沃夷。驾色有意道巨力，号公大人米。王居居舌皆罗布罗城，或曰据苏摩卜罗，曰波扎离子城，北兵秦家河。贞观二十一年，使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敖唐法，即召扬州上诸者，斩沈如其迹，色为越西域远甚。高宗又遣王玄策至齐国摩诃菩提慈利碑焉。后德宗自至中明，赐那烂陀祠。又有那接者，亦属国也。贞观二十年，遣使者共方物乌察者，亦曰乌弗那，亦曰乌长，直天竺南，地广五千里，东距伯律六百里，西济宾四百里。山谷相属，产金、铁、葡萄、玉金，稻穗熟，人柔诈，善进驾术。国无杀行，抵死者放之穷。山最有宜，饮以药，是搜轻浊而绝轻重。有五城，王居数盟。聂立城，亦曰蒙接离城，东北有达利罗川及乌长旧地。贞观 PG 3087。十六年，齐王达摩因陀诃斯遣使者献龙脑香，喜书优达大石与乌长东比接。开元中树幼之，齐王与古多俱为二王不肯臣。玄宗命使者策为王张求拔国，或曰张皆拔，本西羌种，居西历西南四山中。后徙山西，与东天竺接，衣服略相类，因复之得茂八九百里，胜兵两千人。吴成郭好超报，商旅患之。贞观二十年，齐王罗利多仆嘉因西利国遣使者入朝，玄策之讨中天竺，发兵来赴，有功，由是直贡不绝。西利当吐蕃西南，户五万，臣亦多旁见西，男子增数头，衣沾褐，妇人便发短裙，婚姻不以财聘，其骨遗金刀卖斗，死者葬于野，不封树，丧志为黑衣，满年而除。行有月亦长积属吐蕃，纪兵隋曹国也，居葱岭南，距京师万二千里而营，南据舍卫三千里。王居修仙城，常亦属大乐士的属师，人丞相，俗制浮屠法。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水晶盏、破梨状若酸枣。贞观中献名马。太宗召大臣曰：“朕使即位，或言天子欲要兵。”
正服四仪，唯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下，中下安，远人服矣。今天下大安，四仪君常皆来献，此真利也。遣果亦何处罗拔等候击刺其国，并服为天竺。处罗拔至祭兵，王东向稽首再拜。人遣人导护使者至天竺。十六年，陷入特属，会兼尾翅，能食蛇，侍者嗅且尿，疮及月。国人共传王始祖曰兴业，至和谐之传十二世。显庆三年，以其弟为修仙都督府。龙朔初，拜齐王修仙等十一州诸军事。修仙都督。开元七年，遣实现天文及秘方奇药，天子册齐王为格罗达之特勒。后乌散特勒撒年老，请以子服领祭婆寺，听之。天宝四载，册其子伯服准为袭祭兵及乌长国王。甘元初，使者朝贡。PG 3088卷第216列传第146下。西域下康者，亦曰萨莫见，亦曰萨莫见，原为所谓西京者。其南距始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余里，东南属米百里，北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之。数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和，曰火寻，曰物的，曰始，是谓九姓，皆是昭武。吐沃以和出善马，兵强诸国。人是酒，好歌舞于道。王茂瞻，是金杂宝。女子盘髻，蒙黑金，坠金花。生而以石蜜淡之，至交于掌，欲尝而甘言迟。宝若年云，席旁行书。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谤国。力所在无不至。以十二月为岁首，上服土法，辞妖神，出机巧。即十一月谷午其寒，以水交坡为乐。随时齐王屈牧之娶西突厥女，遂成突厥。武德十年，始遣使来献。贞观五年，遂请臣。太宗曰：“朕恶取虚名，害百姓，且康成我，缓急当同其忧。施行万里，宁朕治邪？”却不守。俄又遣使献狮子兽，帝真其远，命秘书监于世南作赋。自是岁入贡，至金陶、银陶，诏令执院中。高宗永徽时，以其弟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符呼曼为都督。万岁通天中，以大首领堵梭波提为王。死，子尼涅施失利。死，国人力突昏为王。开元初，贡所子凯、水晶杯、马平。PG 3089鸵鸟卵及月诺侏儒胡炫女子。齐王乌勒家与大石即战不胜，来起师，天子不许，久之请封其子多和为曹王，莫绰为米王。赵许乌勒家死，遣使立多和封清化王，以其母可敦为郡夫人。安者亦曰不豁，又曰不喝，
原位位扭密者。东北至东安，西南至毕，皆百里所。西滨乌虎河至阿烂密城及康居小军，常记王故地。大臣四十，小保千余。募勇健者为这节。这节由中国言战事也。武德时，遣使入朝。贞观初，献方物，太宗。后谓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齐王呵陵嘉佑献名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岁，东安国邑。入县，言子姓相承十世云。东安，或曰小国，曰呵汉，在那密水之阳，东距河二百里。许，西南至大安四百里。至呵汉城，亦曰辟津。大臣二十，小保百。显庆时，以阿烂为安息州，即以齐王昭武沙为刺史，于今为目录州，以齐王昭武辟袭为刺史。开元十四年，齐王堵萨波提遣弟阿西烂达福丹发离来朝，纳马报。后八年，献波斯楼二，福领袖渠求一玉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献这辟大渠。求二，袖渠求一盖刺袍带、铠杖及可敦归衣属装则。东曹或曰绿兜沙那、苏对沙那、杰布亚那、苏兜石逆。凡四名，居波西山之阴，汉二师臣的也。东北距距战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东北宁远，皆四百里许，南至吐火罗五百里。有野叉城，城有巨窟，言以观要，遂在济，人向窟立，终极焉。初，先处者死。武德中，与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国矣。”臣为健儿，闻秦王神武，欲立麾下。高祖大悦。西曹者，随时曹也，南接使及波览，至色底横陈。东北悦。于底臣有德西神祠，国人视之。有金巨器，款其左曰：“汉时天子所赐。”武德中入朝。天宝元年，王哥罗仆罗遣使者献方物，诏封怀德王，即上言：“祖考以来，奉天可汗，愿同唐人。” PG 3090。受调发，左天子征讨。十一载，东曹王赦阿忽与安王请及黑衣大食，玄宗未知，不听。中曹者，居西曹东，康之北。王至家底征陈，其人长大，攻战斗。时，或曰这之，曰这者，曰者时，汉大宛北鄙也。去京师九千里，东北距西突厥，西北波剌，南二百里所抵距战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原千余里，又牙宿叶河。王姓石，至这折臣，故康居小王与逆臣地。西南有要沙水，入中国谓之珍珠河，亦曰直河。东南有大山，深色色，俗善战，多良马。随大业出，西突厥杀齐王，以特勒福直统齐国。武德、贞观间，数献方物。显庆三年，以看节成为大宛都督府，受齐王看土屯设舍提于区，招募都督。
开元初，封齐军莫贺多土屯，有功，为十国王。二十八年，又册顺义王。明年，王一纳土屯区乐上言，今突厥。以蜀天可汗为大食，为诸国患，请讨之。天子不许。天宝初，封王子纳巨车鼻师为怀化王，赐铁券。久之，安西节度使高先知和其无藩臣礼，请讨之。王曰：“将先知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府已陷，斩阙下，于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石起兵攻达罗斯，臣拜先知军，自是臣大石。宝应时遣使朝贡，有岁夜者，出安西西北千里所的伯达岭，南抵上国，北突其师南彼也，西南直葱岭营二千里，水南流者今中国入于海，北流者今湖入于海，北三日行渡雪海，春夏长于雪，昼伯达岭，北行营千里的细叶川，东约热海的寒不动，西有岁夜城。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振建伐安西，毁之。川长千里，有意信突厥兵数万，跟者皆换甲，相掠为奴婢。西蜀达罗斯城时，常奋兵阵之，自此抵西海矣。三月弃九月，未尝雨，人以雪水盖田。时东南千余里，有不旱者，山寺环之的高鱼多马羊。PG 3091。西千里巨堵利色那，东临夜夜水，水出葱岭北缘，色浊西北流入大气。无水草，望大山，寻一字之所指，五百余里即康也。米或曰弥莫，曰弥莫赫。北百里巨康，其军至波袭得城，永辉时为大石所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密州，受其军招武，开桌为刺史，自是朝贡不绝。开元时，献璧、五言、狮子、狐、炫女。十八年，大首领莫野门来朝。天宝初，封齐军为恭顺王，母可敦郡夫人。和或曰屈双逆家，曰贵双逆，即康居小王父莫臣故地。臣左有众楼，北会中华古地，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福岭等诸王。齐军但一败则退。贞观十五年，遣使者入朝。永辉时，上言文堂出师西讨，愿书梁于军，而以其地为贵双州，受齐军招武婆达的刺史。遣使者拨底师入谢，火寻或曰获利袭迷，曰过利居乌虎水之阳。东南六百里巨物的，西南与波斯接，西北抵突厥和萨，乃康居小王傲见臣故地。其军至极多聚遮城，诸胡为齐国有车牛，商贾臣以行诸国。天宝十载，军稍失分，遣使者朝献黑盐。宝应时复入朝。使或曰屈沙，曰结双纳，居独墨水南康居小王苏谢臣故地。西百五十里巨纳色波，北二百里属米，南四百里土火罗也。有铁门山，左右缠翘，石色如铁，为官以县二国，
以今固和。臣有神祠，每祭必牵羊，用兵类先导乃行。国有臣五百，随打。夜中，其军敌遮使通中国，号最强盛，筑起使臣，地方数千里。贞观十六年，军杀色必献方物。显庆时，以其地为屈沙州，守。军招武师阿呵刺史。开元十五年，军忽必多献舞女，闻报后，军常数死，立然首领时时入朝。天宝中，诏改时为来威国。纳色波，亦曰小史，盖为史所一属。居土火罗故地，东鄂葱岭，西接波拉斯，南雪山。 PG 3092。寻父楚水北有亚密种，亦自国东西六百里所，又东于四种，有获杀者，广三百里，长五百里，东界谷多，皆葱岭有十八种，南有皆直稍大，幅远准千里，林富连属，多疏脉气寒烈。东南抵雪山六百里，到土火罗，又与五种至婆罗堵罗。北于山行六百里，得乌长种。东北行二百里，至河波罗水，水西南流，春夏河动。北历十二种，有婆罗西摩卜罗，最大种，绵的四千里。山周其外，土沃、产偷、水晶。北大雪山，及东女也。历十九种的摩揭陀。又东过四种，于大河，有迦摩吕波、揭板。显的皆西南夷，其人类蛮僚。行二月，寇属南边，其东南也。象群豹，故战用象军。又南历三十二种，有狼皆罗者，得大数千里，其军至苏兔离施伐罗城。西北及波拉斯，传言广万里，王至苏拉萨躺那城。土温入，饮水为田，人富饶。出金饮水金，多工巧，织锦鹤渠书，产善马驮他人服锦蝶赋税，口出四银钱，又以交易。西北巨福岭，西南济海岛，有西女种，皆女子，多征获。赴福岭，福岭君常遂遣男子配焉，俗产男不举。又有碧多是罗四种，西北于大山广川，立小城聚，行二千里即谢尾也。北五百里有福利士萨唐纳的恒尔，千里纵千里，其军突厥种，至户别那城。东北大雪山，盛夏长洞，凿冰乃可渡。下有安亚罗富者，第三千里。西北于岭四百里有阔西多，西北三百里有火种，大二千里。此三种皆居土火罗故地，成于突厥，均亦突厥种，主铁门南诸戎，迁徙不长。东又有七种，东南狭道险胜，无虑三百里的巨兰。东北山行五百里，即户密，北石逆也。南有商弥，得大二千里而营，多葡萄生雌黄，凿石乃得。东北于山七百里，至波弥罗川。东西千里，南北百里，春夏雨雪。南有波漏种，多紫金。行五百里有切盘陀。
东行八百里出葱岭，又八百里至乌沙，还千里。出白、蝉、青三种玉。君常侍臣妾盘陀。北进气，旷野五百里。PG 3093。的疏勒。东南五百里既喜多水，于大沙岭有卓具家种，或曰举区的千里。东于岭八百里，即于田野，东有辟摩川。渡气行二百里的泥壤城，在大泽中的甸入卢坦荒茂，行者凿道去城通于田，而于田以为东关。又东行入大流沙，人行无迹，故往返折迷，据浅海以食道，无水草，多热风，处人及六处皆迷仆。行四百里至故都罗，又六百里至故折摩陀那，古且莫也。又千里至故那富波，古楼兰也。自亚密以下，诸种乡与群聚，华人皆以国名之，故谓常语。唐通传记杂诡，不可得而考，然其地与诸国联属，粗叙其名。云：宁远者，本拔汉那，或约翰，原为时未破落那，去京师八千里，居西建城，在珍珠河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守齐王自卫，进相城不绝。每元日，王及首领叛二彭，彭出。一人被甲斗，众以瓦石相之，有死者止，以破碎善恶。贞观中，王弃别为西突厥看莫赫多所杀，阿瑟那属逆夺其臣，属逆死，子恶波之力弃别兄子阿勒参为王，至乎闷臣恶波之至可赛臣。显庆初，恶波之遣使朝贡，高宗后位御三年，以可赛成为修寻州都督，受阿勒参刺史，自是岁朝贡。玄宗开元二十七年，王阿西烂达干筑平土火仙，策拜奉化王。天宝三载，改其国号宁远，帝以外加姓赐其王曰窦，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十三载，王中杰遣子薛御朝，请刘肃卫其华礼，听之，授左武卫将军。其事堂最紧，大伯律或曰不漏，直土翻西，与小伯律接西陵北天竺乌长的以玉金，亦属吐蕃。万岁通天逮开元时，三遣使者朝，故册其君苏福舍利之离尼为王。死，又册苏林陀义之四王。凡再遣大首领共方物。小伯律去京师九千里而营，东少南三千里据吐蕃赞普牙。PG 3094。东八百里属乌长，东南三百里大伯律，南五百里各施密，北五百里当户密之梭勒城。王居聂多城，临梭沂水，其西山巅有大城曰迦布罗。开元初，王美景忙来朝，玄宗以儿子处之，以其的为随远军，国破吐蕃，庶为所困。吐蕃曰：“我非谋尔国，假道公似正耳。”久之，吐蕃夺其九城。美景忙求救北庭，节度使张孝松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锐兵四千被盗往，美景忙应出
兵大破吐蕃，杀其众数万，负九成。赵策为小伯律王，遣大首领察卓那斯摩眉甚入血，眉紧忙死，子南尼利死，兄麻来西利死，苏师利之利。为吐蕃婴幼，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贡献不入。安西都护三讨之无功。天宝六载，赵父都护高仙之伐之。浅浅将军袭元庆持千骑见苏师利之曰：“请驾到屈大伯律城中，大求五六，皆吐蕃复兴。”先知曰：“元庆无兵到，必走山。”初，诏书赵魏，赐增密采，复求领待我。元庆如曰：“苏师利之邪，妻走，不得其处。”先知至，斩为吐蕃者，断缩一桥。是暮，吐蕃至，不能救。先知曰：“望将，遂平其国。”于是福领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执小伯律王及妻归京师，诏改其国，号归仁，至归仁君，募千人镇之。帝赦苏师利之不诛，授右威卫将军，赐紫袍、黄金带，使宿卫。吐火罗，或曰吐豁罗，曰吐火罗，原谓未吐呼罗者。居聪岭西乌虎河之南，古大夏地，与益达杂处，胜兵十万。国土这少女多男，北有婆离山，其阳穴中有神马，国人游牧聘于侧，身居折汗血，其王号叶护。武德贞观时在入县，永徽元年，现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驼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铁，俗谓驼鸟。显庆中，以其阿缓城为乐事都督府，西小城为二十四州，受王阿史那都督。后二年，遣子来朝，俄右献马镫树，高三尺。神龙元年，王纳都逆立遣地婆罗 PG 3095入朝，留宿卫。开元天宝兼数县马楼易药甘陀婆罗二百品红壁玻璃，乃策其军古多路顿达度为吐火罗叶护易达王。其后灵狐杰师谋引吐蕃攻吐火罗，于是叶护师李芒家罗盖安西兵助讨，帝为出师破之。甘元初，与西域九国发兵为天子讨贼，肃宗诏立朔方行营。益达国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即大夏城之至兰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叶搭王姓也，后亦以姓为国，俄为益达，亦曰益田。俗类突厥，天宝中遣使朝贡巨兰，或曰巨罗弩，曰屈浪如，与吐火罗接，环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巨鲁河，出金经，着实取之。贞观二十年，齐王忽提婆遣使者来献书辞类浮屠语节者，居聪岭中，西极南巨奢靡，西北益达也，去京师万二千里，气长热，有道麦粟豆畜养马，
俗死弃于山。武德二年，遣使者献宝带、玻璃、水晶杯。月底沿者南三千里距天竺，西北千里至奢弥，东北五千里至瓜州，居心头水之北。其法不杀人，重罪流，轻罪放。五租水俗简发，被锦袍，贫者白蝶。自早节气温多到米十米。谢居土火罗西南，本曰草举扎，或曰草举，显庆时未喝达。罗之武后改金号。东距纪兵，东北番岩，皆四百里。南婆罗门，西波斯，北护石见。齐王居赫西那城，的七千里，亦至阿索尼城。多玉金取草，粪泉灌田。国中有突厥、纪兵、吐火罗种人杂居，纪兵取其子弟持兵以御大食。景云出遣使朝贡，后遂成纪兵。开元八年，天子策格达罗之协力发誓屈尔为王，至天宝中戍朝县。番眼者，或曰望眼，曰范眼那，居斯卑莫运山之旁，西北。PG 3096。与护石见接，东南聚纪兵，西南喝达罗之，与吐火罗连境的韩人穴处。王至罗烂城，有大城四五，水被流入乌虎河。真官出遣使者入朝，显庆三年，以罗烂城为写奉都督府，副使成为西万州，受王察写奉州都督，管内五州诸军事，自是朝贡不绝。石汉那，或曰卓汉那，自腹底也南入雪山，行四百里的番岩，东临乌虎河，多赤豹。开元天宝中，一在朝县。石逆，或曰湿气泥，曰色逆。东南直京师九千里，东五百里距葱岭守捉所，南三百里属护密，西北五百里抵巨密。出至苦汉城后，散居山谷，有大鼓舞，酋长自为至，谓之五十逆。第二千里，无五谷，人喜公飘，结商贾。波密川四谷稍不用望，号令俗哭氏。贞观二十年，与四枚一盘二国使者携来朝。开元十二年，受王不遮波资金无畏大将军。天宝六载，王爹师家言从讨伯律战死，擢其子都督、左武卫将军，给陆居藩。四美者，北皆石土俗与康同，一盘亦与康陵。出两马聚密者，至山中，在吐火罗东北，南临黑河。齐王突厥言驼种。贞观十六年，遣使者入朝。开元中，献胡旋舞女，齐王那罗延颇言为大食暴富，天子但未遣而已。天宝时，王衣稀烂，四经又献马。护密者，或曰达摩西铁地，曰或坎，原为所谓波河者，亦吐火罗故地。东南直京师九千里而营，横千六百里，纵狭才四五里。王居塞加省城，北临乌虎河的韩环，堆覆曲折，沙石流漫。
有豆麦以木果出善马，人必同。显庆时以地为鸟。非洲王沙波罗协力发为刺史的当四镇入土火罗道，故亦属吐蕃。开元八年，策齐王罗吕依陀古多路多皮勒莫赫达摩萨尔为王。16年，与米首领米呼汉同县方物。明年，大酋乌古达。PG3097。干复朝。王死，策齐从地户真谈四王。29年，深入朝燕。内殿拜左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带。天宝初，王子协吉服，请爵吐蕃，赐铁券。八载，真谈来朝，请宿卫赵可，授右武卫将军，久乃遣。又遣首领朝贡。干元元年，王割设依据鼻师来朝，赐侍礼。各师密，或曰加师弥罗。北距伯律500里，环地4000里。山回辽之，他国无能攻伐。王至波罗兀罗布罗城，西兵弥那西多大河的衣架，多雪不粉。出火猪、玉金、龙种马。俗毛鹤，世传的本龙池，龙喜水节，故往居之。开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诏册齐王真陀罗密立为王，兼献胡药。天穆死，地穆多比利，遣使者物理多来朝，且言有国以来，并承天可汗，受调发。国有象、马、步三种兵，陈身与中天竺王鄂吐蕃五大道进出入，战折胜，有如天可汗兵至。伯律者虽重200000，能输粮以助。又国有摩诃波多摩龙池，愿为天可汗营祠。因盖王策鸿胪意已闻，召内务理多宴中殿，赐赖优备策穆多比为王，自是直贡有常。其亦属五种，亦名国。所谓亚叉史罗者，第2000里有兜城，东南于700里的森诃卜罗，第3000余里亦至都城东南。山行500里的乌拉诗，第2000里有都城一架色东南县山。千里即各诗密，西南行险700里的半奴搓，第2000里有的河罗舍卜罗者，其大4000里有都城多山富人骁勇。五种皆吴君长云古多，或曰科多罗，广长皆千里。王至司助建成多良马赤豹，有四大岩山，山出屋檐。开元17年，王四经遣子古都师来朝。21年，王协力发现女乐，又遣大首领多伯乐达干朝贡。天宝11载，册齐王罗全杰为业户。 PG3098。 苏皮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东与多弥街，西距古莽峡，户3万。天宝中，王梅林赞欲举国内，父为吐蕃所杀。子西诺律首领奔陇右，节度使哥舒汉护送却下，玄宗后礼之。多弥，一西羌族，
亦属土蕃，号南摩。兵离牛河，土多黄。今贞观六年，遣使者朝贡，赐遣之，一无臣者，汉以何都未所至。商胡杂居，甚兵迁，复铁勒，人萧汉，土梁沃。隋末内属，至一无郡，天下乱，复臣突厥。贞观四年，陈求来朝，协力灭，举七城将，列其地为西一州。狮子居西南海中，延茂二千余里，有棱家山，多其宝。以宝至舟上，商伯常执者取去。后邻国人稍往居之，能驯养狮子，因以名国。总章三年，遣使者来朝。天宝初，王师罗弥家在遣使县大珠、殿京、宝英、象齿、白蝶、波斯，居达鄂水西，距京师万五千里而营。东与吐火罗康接，北临突厥可萨部，西南接滨海，西北营四千里，福岭也。人数十万，其先波斯逆王，大月氏别裔，王英以姓，又为国号。至二臣，有大臣十余。俗尊右下左，辞天地日月水火。辞系以设柔苏，则乃言比尔。西域诸胡受其法，以辞妖，拜壁交骨。俗图显。丈夫祝发衣不剖金，清白为金佩，原以锦复变发者后战丞相，一向是百人，负责尽杀，断罪不为文书，绝于庭。判者铁啄其舌，疮白为直，黑为曲。行有坤前月以小罪耐，或系木于井，以十月而至。劫道求终老，偷者输赢钱。凡死，弃于山，浮月月除。气长消热，得一慢，枝根重畜牧。有旧鸟，能啖羊。多善犬、楼、大驴。产珊瑚，高不三尺。隋末西突厥叶护可汗讨残其国，杀王库萨和，其子失利。利叶护使部帅兼统，失利死，遂不肯臣，立库萨和女为王。PG 3099。突厥又杀之。失利之子丹杰方奔福岭，国人迎立之，是为伊达之。死，兄子144立。贞观十二年，遣使者梅四半朝贡，又献活入蛇，状类鼠，色正青，长九寸，能捕血鼠。144不均，为大酋所逐，奔土火罗半道，大食即杀之。子卑路斯入土火罗以免，遣使者告南高宗以远不可失，谢遣。会大使解而去，吐火罗以兵纳之。龙朔初，又素为大使所亲，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治。州县以吉林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而为大使所灭。虽不能国，咸亨中游入朝，受右五位将军，死。使其子尼涅师为职，调漏元年，赵培行检将兵护骸，将父亡其国。已到远，至安西岁夜，行检骸。尼涅师因克吐火罗二十年，不落亦离散。景龙初，复来朝，受左威卫将军。
病死，悉不独存。开元天宝间，遣使者十倍献马床，火毛绣五颜。干元初，从大石袭广州，焚仓库庐舍，浮海走。大历时复来献。又有陀跋斯丹者，或曰陀跋萨旦。齐国三面阻山，北滨小海，居婆李成，是为波斯东大将。波斯灭，不肯成大石。天宝五载，王呼鲁汉遣使入朝，封为归信王。后八年，遣子自会罗来朝，拜右五位员外中郎将，赐紫袍、金鱼、流素卫为黑衣。大石所灭。贞观后，远小国君遣使者来朝献，有司未尝参考本末者。今复之左方，曰火慈弥，与波斯接。贞观十八年，与摩罗游使者协朝。二十一年，有建达王献佛土菜，今午夜，赤华子虚。龙朔元年，多福王南婆修强仪说遣使者来朝。总章元年，有莫陀提王。开元五年，有袭阿萨班王安沙，并遣使者朝贡。七年，喝毗湿王纳赛因吐火罗大球罗摩献狮子五色鹦鹉。天宝时来朝者，曰俱烂那，曰舍摩，曰威远，曰苏吉利发乌兰，曰苏利西丹，曰建成，曰新城，曰俱卫，凡八国。PG 3100。俱卫或曰商弥，至阿奢师多城，在大雪山薄绿河北的寒，有五谷、葡萄、若流、东枯市。国人常著小薄绿为中国。后新城之国，在时东北营百里，有努氏结城，亦曰新城，曰小时国城，后为格罗路所并。福岭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亦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山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滨海有池散城，东南接波斯。地方万里，城四百，胜兵百万。十里一亭，三亭一帙，城邑小，国数十，以民通者曰泽散，曰驴分。泽散直东北，不得其道理。东渡海二千里至驴分国，众石为都城，广八十里，东门高二十丈，扣以黄金。王宫有三席门，皆是异宝。中门中有金具称一座金人立，其端属十二丸，绿石改一丸落，以色色为殿柱，水晶、琉璃为桌，香木梁、黄金为的，象牙盒。有贵臣十二共治国。王初，一人且囊以从，有送书投囊中，还审往直。国有大灾疫，折废王更厉。贤者王冠如鸟翼，坠珠衣锦绣，前无金坐金塔，侧有鸟如鹅，绿毛上时有毒折鸣。无桃瓦，蟹白石细屋，坚润如玉。肾属饮水上，流气为风。男子剪发，衣袖又坦而配成资平白盖小车，出入见旌旗及鼓，富人锦金，家资亿万者为上官。俗稀酒，是干饼，多患人，能发火于言，手为江湖口翻，媚举足堕珠玉。
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悦目审。土多金银，夜光碧，明月珠，大贝、砗磲、玛瑙、木楠、孔翠、琥珀之。水羊毛为布，曰海西布。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铁网。水底珊瑚出生磐石上，白如君，一岁而黄，三岁赤，之隔交错，高三四尺。铁发其根，系网脖上，绞而出之，失时不敢及。夫西海有事，贸易不相见，置植物旁，名鬼市，有兽名禽。PG 3101。待如狗，广恶而立。北翼有羊，生土中，其属地，戈必死，俗。借马而走，及谷以惊之，高其绝，及逐水草，不能群。贞观十七年，王波多利遣使献赤玻璃、绿金晶，下诏达赖。大石稍强，遣大将军摩拽伐之，福领约和，遂臣属。甘风至大，卒在朝鲜。开元七年，因吐火罗大球献狮子，羚羊。自福领西南渡气二千里，有国曰摩林，曰老伯萨。其人黑而姓汉的瘴疠，无草木无谷，似马以槁鱼，人食谷莽。谷莽波斯藻也，不齿珍豹，于夷狄最甚，号曰寻。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纳交易，饮以穷也。大食，本波斯地。男子鼻高，黑而然，女子白皙，出折章面。日午拜天神，银带配银刀，不饮酒举乐。有礼堂容数百人，律七日。王高作为下说曰：死敌者升天上，杀敌受福，故俗勇于斗。土饶力不可耕，裂而食肉，客食蜜为卢如鱼状。遂献贵人葡萄大者如鸡卵，有千里马，传为隆重。随大业中，有波斯国人牧于俱分摩地那山，有兽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纹，得之者王。走势如言时，闻言当反，乃鬼众投亡命于恒河水，劫商旅，保西彼自亡，疑黑石保之。国人往讨之，皆大败骸，于是遂强灭波斯，破服。领使有粟麦仓与南清婆罗门，并诸国，胜兵至四十万。康时皆往臣之，其地广万里，东据突骑师，西南属海，海中有波拔利种，摩所附属，不生五谷，食肉，赐牛血和乳饮之，俗无衣服，以羊皮自蔽，富人明晰而立，多象牙及阿莫香。波斯古人欲往事，必数千人纳叠产血誓，乃交易兵多牙教而有功，使凯硕士至二十万，数为大石所破略。永徽二年，大石王罕密默默使遣使者朝贡，自言王大石是。有国三十四年，传二世。开元初，复遣使献马、垫带，夜见不拜，有司将和之。中书令张说为书俗慕义，不可治于罪。玄宗 PG 3102。摄之。
使者又来，辞曰：“国人直拜天，见王无拜也。”有司切则，乃拜。十四年，遣使苏黎满献方物，拜果邑，赐飞袍。待或曰：“大食族中有孤烈种，是酋长，号白衣大食。种有二姓，一曰彭尼莫患，二曰西生。有摩诃莫者，勇而至，众立为王。辟地三千里，刻下腊城，传十四世，至莫患，杀兄一级自亡。下怨其忍。有呼罗山牧鹿人并波西林将讨之，训众曰：“助我者，皆黑衣。”而众数万，即杀莫患，求牺牲种孙阿婆罗拔为王，更豪黑衣大食。婆罗死，弟阿婆公弗利至得出，遣使者朝贡。代宗取其兵平两京。阿婆公弗死，子弥得立，死弟何论立。贞元时，与吐蕃相攻，吐蕃遂西施，故先到边。十四年，遣使者韩撮、乌基、沙北三人朝，皆拜中郎将，赖遣之。传言齐国西南二千里山谷间，有木生花如人手，与羽折笑，则落。东有陌路，小国也。至陈郭，多木姓，以五岳为岁首，以化冈相县。有寻之瓜，大者十人食乃尽。书有柯葱、革兰、君达、拔蟹。大食之西有山者，亦自国北距突厥可萨部的数千里。有五节度，胜兵万人。土多河，有大川，东流入雅俱罗商贾，往来相望云。自大食西十五日行的兜盘，西俱罗利之十五日行南极，大食二十五日行北伯达，一月行伯达之东俱大食二月行西底奇兰，二十日行南兜盘，北大食皆一月行，奇兰之东南二十日行的阿梅，或曰阿妹，东南俱陀跋斯，十五日行南沙兰，一月行北俱海，二日行居尼喝温多城，以马扬俗柔宽，故大食常游牧于此。 PG 3103。沙兰东距罗利之北横满，皆二十日行西极大石，二十五日行罗利之东距兜盘，北陀跋斯，皆十五日行西沙兰，二十日行南大石，二十五日行达满，或曰达梅，东陀跋斯，南大石，皆一月行北奇兰，二十日行西极大石，一月行居乌虎河北平川中，受多狮子。西北与石皆以铁关为县。天宝六载，兜盘等六国皆遣使者入朝，乃封兜盘王牟司建。摩诃言曰：“顺化王，伯达王摩俱色斯曰守义王，阿梅王俱那胡舍曰公信王，沙兰王卑路斯威曰顺礼王，罗利之王伊斯俱袭曰义宁王，达满王谢梅曰奉顺王。赞曰：西方之荣，古未尝通中国，至汉始载乌孙诸国后，以名字见者尽多。唐兴以次修贡，盖百余，皆冒万里而至。亦以情矣。然中国有暴赠、册调、陈粮、
传译之费，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瓦舍，未知八番，其外未知绝域，是的远近而给费。开元省时，率西域商胡以攻四镇，出北道者纳复轮台，地广则废备，此圣王之见也。 PG 3104卷第217列传第147上。南蛮上，南诏或曰赫拓，曰龙尾，曰居咩，曰阳剑，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以与王为赵。其先渠帅有六，字号六赵，曰蒙秀赵、月西赵、浪琼赵、走登闪赵、失浪赵、猛舍赵，兵列不能相军，属诸葛亮讨定之。猛舍赵在诸部南，故称南赵，居永昌、饶州之间，铁桥之南，东巨窜，东南属交趾，西摩加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标，北抵益州，东北济前乌王都阳居灭臣，别都曰善产府。王作东向，其臣有所臣，以壮言而不称臣。王自称曰元，由正也，谓其下曰敞，由亲耳也。官曰坦绰，曰不屑，曰久。赞谓之清平官，所以绝国事轻重，由唐宰相也。曰求望，曰正求望，曰员外求望，曰大军将，曰员外由是官也。穆爽主兵，从爽主户籍，辞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爵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和爽主商贾，皆清平官。求望大军将兼之。爽由言省也，都爽总三省也。起托主马鹿，托主牛，具托主仓廪，亦清平官。求望大军将兼之，曰爽求，曰迷秦，曰秦齐，长赋税，曰兵如斯，长机密。大府主将曰偃，袭父曰偃览，中府主将曰善意，父曰善览，下府主将曰旦求，父曰旦览，小府主将曰穆总，父曰穆览。府有驼求，若管计，有驼息，若判官。大抵如此。凡调发下文书句意，必占其齐。 PG 3105百家有总左一，千家有智人官一，万家有都督一。凡田五亩曰霜，上官授田四十霜，上户三十霜，以事而差，壮者皆为战卒，有马为骑军，人遂给为山库，以易落远近分四军，以其志别四方，面一江统千人，四军至一江，凡敌入境，以所入面将遇之。王清兵曰诸弩屈居，屈居为代也，则乡兵为四军罗居子代。朱低谋赴西阁同遁而险，走险如飞，百人至罗居子统一人，望居满者在澜沧江西，男女勇杰不安而齐，善用矛剑，短甲避胸腹，低谋皆插猫牛尾，持突若神。凡兵出，以望居子前驱，以清平子弟为羽仪。王左右有羽仪长八人，清平关键王不得佩剑，
为与仪常配之为亲信。有六曹常，曹常有功补大军。将大军将十二，与清平官等列，日议事王所，出至军必称节。度赐补清平官。有内算官，代王裁处；外算官，即王所处分。以复六曹。外则有六节度，曰弄洞、永昌、营生、建川、浙东、丽水。有二都督，会川、通海。有十简，以与简若州，曰云南简、白牙简，亦曰博弄简、品淡简、走登川简、猛射简。大理简，亦曰石简、居咩简，亦曰杨简、猛禽简、以河简、赵川简。其仙山之西多瘴霄，得平草东不枯。自趋晋州至滇池，人水根石残以浙，残深月二旬而简，之井间精致。大河其仙而西，人不残，剖菠萝数十，状若絮，扭履而浮之。览简井，产盐最鲜白，为望得时，取足折灭灶。昆明城诸井皆产盐，不真群蛮食之。永昌之西，野桑深石上，其林上曲两向而下直，取以为宫，不经期而立，名曰明宫。长川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的之。丽水多金夫。月闪之西，多见草，产善马，世称月闪郡。使身若高，岁中扭沙迷之，饮一米潘，七年可愈，日驰数百里。王初见八旗，子若青，白游，至煞二，有毛月，子囊之。翠盖。王母曰姓魔，亦曰九魔。非曰晋武。姓魔初，亦见八旗。将游。自曹常以将，系今屈居。上将子。有功家景，又有功家。PG 3106。金菠萝。金菠萝，虎皮也。功小者，金背不锈，刺指于金。腐。人不粉黛，以酥则发。贵者领锦裙如，上施锦一服。以两股变。为环髻，耳坠珠背，瑟瑟琥珀。女离父与人乱，不禁婚。细思相送。以嫁有奸者，皆抵死。俗以淫为正，四时大抵与中。国小差。快于寸，以胡瓜、椒、坦合之，好鹅雀。吹瓢声，声。四管。酒至客前，以身推展劝类。以增薄及背示意。背者大若。指十六眉为一密。施行人机量斗五升，以二千五百人为一。引其法，前伤者养志，后伤者斩。犁田以一牛三夫，前碗中压，后驱。然专于农，无贵贱皆根。不昼易，人遂输米二斗。一役者给田，二收乃税。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属。自舍蒙以来，有仆次可考。舍蒙生独罗，亦曰系奴罗。高宗时遣使者入朝，赐锦袍。系奴罗生。罗慎言，罗慎言生严格。武后时，慎言生入朝，七方生生慎罗皮喜曰：“我又有子，虽死堂的足矣。”严格立死开元。
十，帝甚罗毗力，身毗罗阁，受特进，封台登郡王。严格未有。子时，以阁罗凤为嗣，即生子，海其宗，而名陈阁，遂不改。开元末，毗罗阁逐河蛮，取大河城，又袭大黎城守之，因陈龙口以与山卑陀为河，故谓大河，以处阁罗凤。天子诏赐毗罗阁名归义。当世时，武曌为归义独强，乃后以立。但见南节度使王昱求和六曌为一，至可。归义以并群蛮，遂破吐蕃，进交大。入朝，天子亦为嘉礼。又以破米蛮攻池浅，中人册为云南王，赐锦袍金殿戴七世。于是徙至大和城。天宝初，遣阁罗凤子奉嘉义入宿卫，拜鸿胪卿，恩赐粮邑。七载，归义死，阁罗凤立，齐王以其子奉嘉义为阳瓜州刺史。初，安宁城有吴延锦，人的主欲自己。玄宗诏特进阖闾，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即境，复立马援同住，乃还先于众通领见南节度使，便奋少方略。故时南诏常与期。PG 3107。子夜都督过云南，太守张虔陀思之，多所求盖，阁罗凤不应。虔陀数构进之，因表其罪。由是愤怨，反发兵攻虔陀，杀之。取瑶州及小夷州凡32。明年，众通自将出戎，袭州分二。到晋次驱州、晋州。阁罗凤遣使者谢罪，怨海所虏的自心。且陈瑶州如不听，则归命吐蕃，恐云南非唐有。众通怒，求使者进薄白牙城，大败引海。阁罗凤敛战自驻金关，遂北陈吐蕃，吐蕃以为帝。一位帝中，故称赞普中，给金印号东帝，皆卑国门，民不得已而叛，常曰我上士，侍奉中国，累封赏，后嗣荣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卑早服无罪也。惠阳国中以见南节度当国，乃调天下兵凡10万，使是御史李密讨之，捻降者尚不在。涉海而一死，向种于道，密败于大和城，死者18。议会安禄山反，阁罗凤因之取袭州会同军。据清溪关，以破越西，萧于赠西而降巡船，标诸国。巡船满者，俗无私况，显履贞吉不苦也。设豪猪身食其肉，战以逐龙头如兜鍪。其西有裸蛮，亦曰野蛮，漫散山中。吴君长作箭舍以居，男少女多，无田农，以木皮蔽行，复获十或五共养一男子。广德初，奉嘉义驻浙东城，诸葛亮时刻故在文曰：卑吉扑蛮为汉奴，一位是常以食之五。大历14年，阁罗凤卒，以奉嘉义遣死，立其孙义穆寻矣。四，义穆寻有志术，善服众，略知书。穆立独景蛮女也。独景蛮亦乌蛮种，
在秦藏川南。天宝中命其常为提州刺史，是与南诏婚聘，义募巡吏，西众二十万入寇，与吐蕃并立。义驱茂州于汶川，扰灌口，义驱符文略方为白坝，义清里雅口邛崃关，令其下曰：“唯我取蜀为东府，公济西送罗梭臣，遂复一间。”于是进献陈据，人律走山。德宗发进位及幽州军矣。原东川与山南兵合，大败义募巡众，斩首六千级，情身不伤。PG 3108。慎重，颠簸牙翘且十万。义募巡据更喜居灭城，筑茂十五里。吐蕃封为日东王，然吐蕃则负众数，西夺其险利营后，遂锁兵驻防，义募巡稍苦之。故西卢令正回者，唐官也往袭州破，为所虏。格罗奉重其敦儒好蛮力，比较子弟的垂捧，故国中无不惮。后以为清平官。说义募巡曰：“中国有礼义，少求则非若土蕃邻客无极也。今弃之父归唐，无远戍劳，力莫大此。”义募巡善之，稍谋内附，然未敢发。议会节度使为高府朱蛮有威惠，朱蛮颇得义募巡与白于高，时贞元四年也。高乃遣谍者遗书，吐蕃疑之，因则大臣子为职，义募巡越怨。后五年，乃决策遣使者三人一道同去成都，遗高伯书曰：“义募巡视为唐臣，攘元璋前驼志在吞武，忠实者志不为陈雪举步黄炯的深意计，先于众通比年举兵，故自心无咒。待祖弃备，二番七姑备曰：神川都督论乐舍使浪人利罗氏炫惑，不幸发兵无时，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祸翻庭，将性萧强，太子弟兄流窜，进城横污，街上结赞英计，以行图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讷舍等皆册封王，小国奏请，不令上达，此二忍也。又遣讷舍逼臣于彼，彼亦不堪。利罗氏私取重赏，部落皆惊，此三忍也。又利罗氏骂使者曰：“灭子之将，非我其谁？子所负当为我有，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罗氏假释六十侍卫，因之怀恶不谬，此一难忍也。吐蕃因独野心，折怀博士有如余生，实侮辱先人，辜负部落，此二难忍也。枉退魂王为吐蕃所害，孤疑受妻西山女王见夺其位，拓跋首领并蒙诸义仆固至终，身亦丧亡，每虏一朝亦被此祸，此三难忍也。往朝廷降使招抚情心无二，赵韩信节皆送藩庭，虽知中下至人，也为藩臣吞声无素，此四难忍也。 PG 3109。曾祖有宠先帝，后嗣律蒙袭王，人之礼乐，本堂风化，吐蕃诈代百情，怀恶相欺，
一目寻愿结成日新，归款天子，请家。数剑南、西山、金元等州，安西镇守，扬兵四邻，委回古诸国。所在侵略，使吐蕃势分力散，不能为强。此西南于不凡天兵，可以立功云。且赠高黄金、丹砂。高护送使者京师，使者奏议穆寻请归天子，为唐藩府。现今是顺阁、丹、赤星也。德宗加之，赐以诏书，命高潜谍往参。高令其属崔左石至阳居灭城，使吐蕃使者多在，应借左石。依臧科使者服已入。左石曰：“我乃唐使者，安得从小移服？”义穆寻夜迎之，设谓臣僚。左石即宣天子意。义穆寻内未吐蕃，故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其子革劝及清平关与左石，蒙点苍山，载书寺，一藏神祠石室，一审西洱水，一至祖庙，亦以敬天子。乃发兵攻吐蕃使者，杀之，克金器以献，遣曹长局南罗。赵家宽随左石入朝。初，吐蕃与回鼓战，杀伤甚，乃调南赵万人。义穆寻遇袭吐蕃，杨氏寡弱，以五千人行，许之。即自将数万种后，昼夜行，大破吐蕃于神川，遂断铁桥，溺死以万计，俘其武王。乃遣帝凑罗洞、清平关尹筹宽等27人入献地图、方物，请赴号南诏。帝赐赖有嘉，拜筹宽左散骑常侍，封高西郡王。明年夏六月，册义穆寻为南诏王，以辞部郎中原资持节领使。成都少尹庞齐复之，崔左石为判官，据文征为宣慰使，刘幽延为判官。赐黄金印，文曰：“真元册南诏印。”资至大和城，义穆寻遣兄蒙细罗务等以两马60迎之。金宗玉科兵镇夺家陆城，义穆寻金甲蒙虎皮直霜夺烧直毛千人卫大象石二引于前，其军屠军以次列结弹受策。义穆寻律官属北面立宣慰使东向，策使南向，乃独照策。乡者引义穆寻去位。PG 3110。既受策印，稽首再拜，又受赐服备物，退曰：“开元、天宝中曾祖及祖皆蒙策袭王，自此50年。”贞元皇帝喜横禄公，复赐。绝命，子子孙孙永为唐臣。因大会旗下，享使者出迎平托。马头盘二谓资曰：“此天宝石先君以鸿胪少卿素为皇帝所赐也。”有狄公、歌女皆垂白，是资曰：“此先君归国时，皇帝赐胡布，归资因身二裂。”今丧王略尽，唯二人故在。九行，义穆寻坐，奉商资前，资受商曰：“南诏当身司祖考臣也。”报中结臣，永为西南藩平，使后嗣有以不绝也。义穆寻拜曰：“敢不臣使者所命。”资还。复遣清平官尹府求等七人谢天子。现夺鞘、浪剑、玉刃、生金、色色、牛黄、琥珀、
蝶纺丝象犀月闪统轮马夺翘者状如残刃有孔棒达出利水是以经所及无不动疑人有宝月以血祭之欲刃铸石矣毒药并治取银月如新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马血以经稀释行手伤人即死浪人所铸故亦名浪剑王所配者传七世以义木寻公吐蕃复取昆明城以食盐池又破失蛮顺蛮并虏齐王至白崖城因定摩歇蛮立昆山西窜故地破茫蛮略弄洞蛮汉长蛮以食云南东北失蛮者在铁桥西北居大师闪脸巡闪男子衣增补女分发直额为一季垂后显而衣皮顺蛮本与失蛮杂居见共珠穿咩罗皮夺罗望季师藤川浪琼夺剑共的由是喜铁桥在剑陕西北400里号剑枪摩蛮歇蛮与师顺二蛮皆乌蛮种居铁桥大婆小婆三探懒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布饰男女衣皮俗好饮酒歌舞茫蛮本关南种茫其君号也或呼茫照永昌之南有茫天连茫土蒿大闪芒昌芒乍芒狮大抵皆其种楼居 PG3111 吴城郭或七尺或金尺衣青布短裤露干以增布撩腰出其余垂后为饰妇人披五色梭罗龙象才如牛养一根弄洞蛮白蛮种也其部本居弄洞县比的其为包州有首领为刺史误杀其参军窃足北走后散居摩歇江侧故见共珠川亦有之汉长蛮本汉人部种在铁桥唯以朝霞缠头于上同汉福十五年义木寻谋及吐蕃以藤川宁北等城当寇路乃翘山深欠修战备地许出兵助力又请以大臣子弟职于高辞故请乃进舍成都闲遣就学且言昆明袭州与吐蕃皆不先加兵为鲁所挟反为我患请高图之时唐兵彼遂屯京西朔方大治梁欲南北并攻取故地然南方转向击其兵不息急事下鲁脉不熟亦利人心赞普死新军立高揣鲁未感动乃劝义木寻缓举万全越于速而无功今进上兵十倍往岁且行营皆在袭州鄂西卢吐蕃路昆明弄洞可以无余义木寻请其他年吐蕃大臣已遂在城兵移出谋袭南诏越众至道将以十月为袭州军屯昆明凡八万皆命一岁粮赞普以救攘若罗为都统遣上起立七徐烂硕屯西共川义木寻与高相闻高命部将武免律弩士3000赴之抗荣朝以万人屯黎州为梁京矣25000人屯袭州约南诏有急皆进军
过而准天成者，难。赵公愧。吐蕃引众五万自囊贡川分二军攻云南，一军自诺继承攻袭州。义穆寻卫东蛮，摩歇南侧，据为吐蕃乡岛，欲先击之。高报袭州时往来道，汉必数州，鲁百济窥之，故严兵以守。屯壁相望，粮械处处有之。东蛮拥感怀二呼。义穆寻乃袭东。摩歇诸蛮内粮城中，不者悉烧之。吐蕃于城江阳万波曰将士谢，吐蕃以兵五千手，高江即破之。万波与龙关拔于城以来。PG 3112。喜其人两千余宿川。高江福中义又取莫功臣伏系牛羊千计。赞普大将季坚让率以兵据石贡川一舍而屯，国师马定德率种落出将。西贡节度监军也多书坚者，赞普起立赞扬子，当从先赞普训意义中义将。于是鲁气衰，军不振。七徐烂硕至铁桥，南诏独其水，人多死，乃袭纳川，避而呆。是年，鲁霜雪早，兵无公骸，其已明年。吐蕃苦唐，赵己剿，亦不敢图南诏。高令免按兵袭州，节及镇守，虽南诏进亦所在屯戍。吐蕃城野战，戍北，乃屯三卢水。遣论望热诱兵卢诸蛮赴城西舍，西舍吐蕃险要也。蛮酋遣导南诏与高部将杜皮罗居击。十七年春，夜绝卢破鲁屯，斩五百级。鲁保路为山，皮罗伏以呆，又战。鲁大奔。于时康黑衣大使等兵及吐蕃大酋皆将，获甲二万首。又和鬼主破虏于卢溪。吐蕃军常共计，不得袭州，换位义常为两头蛮胁唐为亲众，为难召也。会鲁见机，方藏赞普调敛凡致事，大料兵绿三户出一族，鲁法为大调集。又闻唐兵三万入南诏，乃大惧。兵戍纳川，顾鸿、诺济、腊、玉基五城，玉溪师出西山、建山，收袭州以绝南诏。高吉上言：今又诸屯移民斥候，早敛田兵陇坟来，可困鲁入。高遣将行皮以兵万人屯南北路，赵欲万人戍离雅州。义穆寻谓高曰：鲁身取袭州，实亏云南，请吾免督军进阳居灭。若鲁不出者，请以来年二月深入。使鲁兵三万攻延州，地以鲁多诈，一计以大军。赵高身抄贼，比分鲁氏。高表贼金凯多至南屯，今向言下非全军，欲略河区党项处产耳。而闻鲁破灵州，高都诸将分道出，或自西山，或游平夷，或下陇沱河、石门，或进神川、纳川、雨南。赵会是时回谷、太原、兵宁、金元军列其北，建南东川。山南兵阵其东，凤翔军当其西，属南诏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为昆明、为州不能克。
PG 3113。乃班师。正午，领五兵破虏二万，金元、凤翔军败虏元州。为南诏攻其复兴，俘获最多。帝遣中人引协为议募寻，而吐蕃省屯昆明、神川、纳川自守。议募寻比年献方物，天子礼之，